那我抱歉了啊。很短袖的，穿短袖啊？哦，不这样没有笑话啊。把樱花当雪花。好，这个再来，我看看。啊，这一张是18岁的时候画，说他应该是高中生了。啊，对。这张画我刚刚看到，那外面那张就有点像，北海道大学的校景啊，这个那 campus view 那个一看就知道。那这张我觉得是一种不透明画吧。这张是用浓彩亚克力吗？不透明水彩。不透明水彩啊、哦，那我们再看下一张。啊，这张我就很讶异哦，人这样子比喻，就站这样做比较，就知道这张画多大。这张画我就接下来我就有问题要问院长，由院长来讲话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看下一张。好，我的问题一哦，请院长，请问。我们站着坐，站着好了。好，站着。站着看起来比较壮观。好，到上述儿童童年及青少年绘画成长过程的回忆，请您补充更特别的说明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刚才看到那一只以农为主题的画作，那一年是18岁的时候，刚好高中毕业，那能创作这么大的作品，那动机是什么？谈谈这个过程，好吧？我先从第二个问题啊。在日本那个学校，他把学校的学童分成4个颜色，就是白色、黄色、蓝色跟红色。那这些就是为了要养成他们有一贯的联系，所以你每个学年都有颜色，4个颜色。我们不晓得是学长是谁，但是到了高三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人要负责。这是一个运动会，那运动会呢需要后面的布置，就是有4个颜色的代表。那因为我是那时候是代表红色，因此我画了这个类似比较红的2条龙。是，所以这张画是集体创作。是，但是原稿是由我先把它完成。然后总共有总共那个。join 的榻榻米总共是40块大。40块大，20平，40块大，20平。还好，这个人站在那边就可以算出来大概有多大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，我的年童年的时候，我真的这样自己讲，然后差不多，因为我几乎都拿第一名。很少有第二名的，但是对自己也不是，也没有觉得骄傲，也没有觉得怎样，反正就是妈妈爸爸叫你画就画这样子。我在去日本之后，尤其是进了大学10年，几乎是完全零。没有画，10年没画，可是小时候500张呢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有一个，我想这个你这个青少年时期那个绘画成长过程，我讲的那些应该是很简单了哈、哦。你有没有要讲补充？够了，够了哈。其实他的画册里面非常多的资料，我没办法全部都把它 scan 放到那个我的 PowerPoint 上。我只是代表性的抓了10张、哦、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页。哦，这张我看了这张画，我很讶异了。是21岁的时候，而且当时读的是医学院，怎么会画的这么有那个，算是一种名家的那种感觉？所以我一直在联想，是不是跟沈哲哉老师有关？所以我们看整个下面的问题，大家看一下。21岁那年所画的油画是油画吗？是油画吗？是油画。那当时是医学部的学生，那他创作的动机是那个景是在哪里？好，看看，再看一下。这个是我跟我兄弟，当然是我父母哈，住的家在日本。他是3楼半哈。3楼半。对，谢谢。那这旁边是一家学校，做面包的学校。那就很
很奇怪，在这个巷子里面，这是一条巷子，哦，有点像或者像、哦。我把它想成是不是有水沟？嗯，没有。所以画还是要画家自己讲。是。那刚好应该我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。大三哦。不常画，真的是就是临时起意，然后就大概12F 左右的大小，12号。哇，那个是很久没有画，随意画就这样。哇，这个是代表他的天分啊、哦。好，我还有问题，此画的色彩应用不是很好，这在我的感觉啊、哦，它是有点，我看过这个沈哲哉老师，有点那个朦胧，尤其他的边啊，有点朦胧的感觉。你那张画也有这样的感觉，是有受他影响吗？是那时候，因为我已经离开他很久哈、哦，很久了。3年5年6年的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嘿，可能有投射老师的影响，是有可能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啊。好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那这个还有一位戴宏道老师，他的影响呢？那时候我跟戴老师还不熟，不熟啊，是哦，是我回台湾以后，哦，透过我爸爸才认识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去看。好，这一段就是刚才我讲的他。郭院长那时候自己认为是因为医院的工作非常忙，所以他觉得还有参加医学会议啊，时间很匆忙，所以他要用签字笔勾绘，然后着色这一部分的啊，确实是有他的风格。我一看到这个，会联想到习德进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的，理由写生啊，这一个是最容易用的方法。那就是33岁的时候，应该也这个是临时起义的，这是日本的东京的元素啊，元素车站、嗯。但是我记得这张画完之后，大概10年没画。10年没画，那就差点变成告别作。好，我们看看，那这张，哇，这张的线条，我觉得好成熟。没有，不是没有，这是1994，那这是1994。哦，是。1994哦，对，1994，83年了，算还是有画了。这张的线条，哎，谢老师，你画漫画了，你看看，这个线条，我从来没有看过画这么好的。哎，这个台湾高中老师的，啊，不过那个是真的，不是骗人。我看到这张线条，哇，真的是好流畅啊。好，看下一张，哇，这张也是线条，40岁，我看是问题3，多年来很流畅啊，这个大概一样，我就讲到，这个风格，我说最近改变，啊，原因大概你大概描述一下，啊，改变为什么，怎么会突然改变？因为我在日本待久了，那日本。怎么讲？在日本，他们喜欢的水彩画就是类似，这样的吧？有一点类似勾线的，对 sketch， 那有一点类似这样子。是胡适会也是有比较喜欢勾动线条，动线胡适会，有可能，但是我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，我没有，是那就常常外出，那这样是最方便的。我为什么这样看哦？这一张哦，我为什么说它这个线条有它的功夫？我看它从这一笔一直拉到这边，这个拉到这边就已经看出它功力了哦。所以说，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拉这个屋顶那个斜线啊，屋顶那条线一拉下来，一般来讲会要用尺，那我看它好像不是用尺，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说很久没有画是不可能，就好像。功课太好，老师讲话都太简单了，都一直在那边画，这个样子。我教过一个学生，台大那个电机系的，他很好玩，跑到我们师大来上课。他选我的课，我说在介绍，我说这个你是怎么是我们师大学生啊？我台大电机系的，我怎么你这么闲跑来学我的艺术现场课？他是来上课，那来上课他说每次都迟到一半。我已经讲到一半了，一个人偷偷的像摸进来一样，
后来我一下课我问说，你是，我开始不认识他，我说你是，是我们美术，我们师大的学生，我不是我台大的。我说你为什么跑到这边读？我高中新竹中学，那台大的老师教那个我根本都会了，我觉得浪费时间，所以我跑来你们师大听听音乐的美术的，就像这样子啊。所以我说跟我没关系，我无关啦。那我那个学生，我后来跟他奉劝他说，我看你这样会没办法毕业，为什么？他说我们那个课很无聊。他说电机系的课很无聊啊，这边有没有电机系老师？没有的话就还好。我听了也是要改善一下，为什么这种资优生会说电机系的课太无聊？我高中我都会的，因为他资优嘛，他是资优保送到台大电机系。然后他说老师讲那个课，我自己在家看就好。哎，这个我教过学生也有这样的，所以我后来对那学生我不敢骂他了。因为我教的东西太浅了，对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想郭医师实在是从小就习惯第一名了，也不晓得什么叫第二名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个主持医院的院务，又要参加医学研讨会，然后创作成果这么多，这才变得更明朗。是最近哦，我看了这个影响因素这一部分比较属于个人的一种感觉。我们看是这样。是颜色改变的，变得比以前明朗。是，以前都是很淡的。那有一阵子还想去追求，很像日本的，茶道类似这样子的，就是颜色淡到有一个意境这样子的。但是，后来就是又被拉回来，就是往彩色的方向。是受我们这些人。还是心情好一点，甚至在老师，我想因为是医院的工作同仁已经把你想做他们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大概对不对？这个无为而治那种方式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不要谈太多是吧？等一下可以。好，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看这个是他们全家。容许介绍我一下。这是我父亲哈，这是我母亲。然后我小时候的一些资料就是我母亲帮我留下整理的，很伟大。那些资料哈，是。所以还是妈妈比较伟大。妈妈比较伟大，对。我碰过几个个案，没有一个爸爸在整理这种资料。爸爸每天不晓得跑去哪里。如果来这边画画还好，没有不晓得干嘛。这个资料是小生。就是你自己吗？刚结婚吗？没有没有，小孩那么大了。对对对，这是我太太。对对，这个是你学妹。是我学妹。是师大的学妹。她是师大音乐系的音乐研究所。对，我去郭院长那边参观的时候，他来见跟我们见面，我才知道师大音乐研究所毕业。那种漂亮，我们不能随便形容。我听他们同班同学讲，那是他们的班花。那音乐系是班花，就等于校花，可以用等号来画。音乐系的气质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不是高中老师。好，回来。这是我女儿，现在在台大医院服务，复健科。医师，以后就他名字要告诉他。我儿子，你是在那边？他在医学院，还在读书。是，一家怎么每一代都是医生？找一个来当画画的。好，这个很难得啊，这张画，几年前拍的，这边有写，我记得这边好像有，打开看不到。大概2005，我记得有2005。好，我们再下一张。这个是要不要讲一讲这张？这个是去五个窟的时候，是柬埔寨。柬埔